关三民区宝石里克武路某住户家里沦为鼠窝，然后造成环境脏乱一案，环保局依据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，从今年的3月14号一直到今年的7月22号止，已经告发13件次，那累计裁罚的金额总共有38,700元。那此外，因为所有权人他居住在外县市，现有的住户是他的亲人，联络不易，但是高雄市政府将尽速取得屋主的同意后，联合相关单位依法执行后续清除作业。